就是大比赛人看的就变比较多，嗯，很感动啊。很感动啊！有人帮阿壮加油，阿壮加油，阿壮有人帮你加油啊！阿壮帮你加油，对啊。好，现在两边比赛正式开始哦。撞球对米利亚，这个对决阿修你怎么看？这个对决基本上是米利亚利亚，哎，米利亚应该要不六到四吧，六四吧。这一版对差不多，嗯，因为这版撞球火力也不高了，所以打米利亚暴打，嗯，好，那防。反正对方霸吼，顺便可以得中段，而且压起身。米利亚丢这这代做蛮强，好中段，小乌鸦子。为什么直播台上面有人在骂你？哦、我不知道是谁。对，好，现在他们两边比赛，两边的血量差不多哦。两边血量差不多，现在都是啊，直到中段，阿庄霸霸。哎、欸，阿庄血人不霸。我大概知道那个是谁。嗯好，那他们现在剑锋再折一次哦，看会赢、欸。哦，跳起来 ，A D A， 他绑到，顺便防金霸吧。对，好，没抓空摔，可惜。哦，剑锋哦，一个空摔，好，现在暂时是1-0。刚刚剑锋原地跳应该是故意的，在防他霸，又防他 D A。对对。好，弄倒。哎、欸，怎么没有挡住？那个不知道。怎么会没有挡住？下段挡住漂亮，对，啊、可惜没有出来。好，那哦，剑锋哦，一个滚背，滚背哦，这剑锋今天打有那个侵略性哦。对，哎、欸，又一个低空内区。下段，下段，好，两次下段阿忠都挡住了，那就回到立回，哦，漂亮，哇，直方 JP 冲摔，这个技巧难度还蛮高的。哎、欸，他猜到了，结果竟然被霸掉，扛着。哦，八点。哇，这个哦，米利亚法针不好对应哦，那个不能举。对，刚刚阿壮应该，他应该离开那个丢法针的距离，再想办法就是看他低空对决的时候要不要举他，可能会比较好一点。因为他有法针的时候，基本上你空对空了，不过空对空也不是说很稳定了，这是打米利亚比较需要判断的，比较需要判断的地方。嗯嗯嗯。好，六压换边，好，又是防不知道防什么。防霸吧，这边是中段。对，好，两次滚，米利亚在滚的时候有第一次吃哦，算蛮强的。嗯，好，哎、欸，速度还蛮快的。看要折什么中段，哇，可惜没有确认哦。对，好换阿壮折中段下段。哇哇，那个聊天室很多人在帮阿壮加油哦，阿壮要争气一点啊。不过被米利亚压角落，壮就不好跑啊。哎、欸，阿壮平常不是他们压打很多吗？为什么一直被法针丢到？毕竟是暴打对决，下段啊，阿壮没啊，剑锋听牌了，老三加油！好，现在。哦，阿壮带掉一个空中连段，阿壮大概听到我们的声音了哦，感应到，他感应到了、哦，阿壮啊，有没有被突入？哦，挡住中段，好，现在剑锋开始比较侵略性比较没那么强，有人稍微再看一下哦，哦，抓到一个空摔，可惜太高不能连段哦，那个撞球空对空，空太高空空摔，基本上回馈很小哦，现在开花，开花多折，不过开完以后。因为想要强要荡多的话，那个火力会变小、小一点。对，然后再折，应该再折两次啦。对，哦，开 Bust 的 Dark N9 跟他配血，哦，这很痛哦。哎、欸，哦，选择稳定力维，因为对方资源满了，我霸也是满的，嗯，强行过去可能会被 DA 或是被霸。对，有没有可能被抬那个 Bust 的大绝？好，那还有机会，阿壮。对，阿壮至少要赢一个灯啊，不然网飞大家帮你加油，对不对？好，弄倒。对，哎、欸，中断。他刚是表板坏哦，扳回一个灯。好，那有机会哦。那个现在是剑锋听牌，不过阿壮也是拿有拿回一个灯。嗯，对，这对决不是很好打哦，大家都在帮阿壮加油。阿壮高人气玩家，对，大家都想跟他玩了。剑锋失误，哎，刚刚是选择比较痛的接法，对，高度就比较难调整，加上撞球其实对空。体位不是说很好调整，嗯，好，有确认啊，可惜又失误，不过这是撞球、哦、下上去哦，防到霸，防到霸，结果竟然没有确认，哦，漂亮空摔，啊、我都没回馈，好，弄倒，哦、弄倒，机会，有机会、啊、，DA， 可是哦，这样阿壮没有压稳，所以就变成对，哎、啊，又没弄倒，阿壮
好，防霸。阿庄平常不是有打这特权，竟然没有记这个角色的体位。好，那啊，可惜。哇，这个又是我的瞬间两边，这个瞬间无数无数的大左。哎，为什么不 RC？ 哦，那选择一回哦，那个。对。哦，这个球很强，好漂亮，1-1。好，阿庄扳回一城。对。其实阿庄感觉早就要赢了啦，他连续拉塞两次。这个瞬间。两边都失误啊，那剑锋刚也是连段失误啊。对对对，撞球体位不是很好带连段哦，这个可能平常要调整，没有常打可能没有调整。对，撞球体位好像是比较瘦一点，比较扁，对，对比较扁，对，不好打空中连段。哦，阿壮现在感觉好像比较有点恢复水准哦。哦，阿壮啊，可惜又没压好，对、这个、啊，才刚说完而已。那个米莉啊，起身比较慢哦，这个要自己注意一下。对。对哦，漂亮！好，那阿壮现在气势在阿壮那边吼，哇，这个哇，阿壮哇，有发挥撞球特色哦。对，哇，阿壮啊，阿壮刚刚的那个失误破竹，好像去撞球场一样哦。他想打哪一颗就会进哪一颗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那哇，又漂亮举空，哦，这场这样子很不一定哦。好，那现在哦，现在这样子又很不一定哦。哦，那个米莉还是有一次逆转实力哦。好，对，中段。带到角落，对哦，带到角落哦，这样就很难说喽。下段中段，哇，这不好挡哦。嗯，好，再折。哦，我就知道阿庄台这个，他上一场也是这样子，贝雷亚包啊，可惜没空拽到。哦、哇，阿庄现在什么都没了，这样子怎么办？哇，这个有点可惜哦。嗯，有点可惜，被逆转。阿庄，有人观众说讲到攻击有点惨哦，对，哇，那个撞到这代攻击不是很高，不过米利亚血很少，所以这个弱点也不是说那么明显。嗯。只是说，如果我们要一次把米利亚打死的话，米利亚角落多则性能很凌厉哦，就有点像五代上一版的那个米卡哦。所以我不知道快打五改版了没啊？还没改啊，二十号才改。还改哦，对、嗯，那就是现在就是在那个米卡那种等级哦。而且还可以防凹。对。不过我们现在回到 G 叉叉哦，那个阿庄刚刚蛮可惜的啊。对。啊，可惜连段要失误哦。那比赛大家都要自己注意一下，那个比赛。哦，投机太近了，我、哦、那个。压力又太高，对，感觉双方在微调方面好像都没有做得很好哦。可能平常两边不想打这对决吧。哇，那啊，现在剑锋听牌状况，那看剑锋啊，哇，折错，那再猜错一就死哦。哦，开花，开花，哇，这样子撞球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哦。哇，这个哇，结束了，恭喜剑锋二比一。对、哦，那这游戏米莉亚有活力的话。有气的话，基本上就是多着。